那你可以讲恭喜发财吗？哎呦，那你可以背那个吗？就是背一首诗来听听吗？哦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好厉害，真的很像，真的很像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嗨歌，可是你要照顾这边的，左边这边是你的，你是右边的，我要照顾右边的，对，右边是，你要让他们嗨，然后中间是我的，好不好？我照顾你们。我要带来这首歌，这首歌就叫做《对手》。我一张牌贴，跟着我去冒险。我们的对手到底会是谁？在所有书里面，什么都没有写。我们的明天在哪边？为何你一直秒？是要单挑，拳击、太极、咏春都随便你挑。你还一直在笑，小心牙齿断掉。我要放下书包，让烈火燃烧。谁说真理会知道？只有坏人才明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